好，你可以先进去啦。突然微卡啊！这样卡会传染的，对。没有啦，我是十四角在转会微卡。哦。等哈基吃完。好，哈基 ready go， 他也在吃猫饭，就发现不是，没有在跟猫猫讲话。 哦，他跟猫对话，他压力一定很大。这边有养过猫的，大家应该都对话过了。哦，是的，跟猫的聊天。对啊，跟猫聊天，就像我跟糖糖讲话一样。哈，跟熊猫聊天。等一下，好了，那我要练武器。哦，这不能拿强击瓶哦。 跟变装备，我没有卡吗？不行啊，我的厨艺怎么可能有办法重现猫饭呢？可以，做出来应该会很好笑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可以啦，西瓜都可以做成番茄酱了，是不是？那个不一样，那是恶搞啊。你也可以来个恶搞猫饭啊。被还不被打爆啊？长得像就好了，不一定要可以能吃啊。<笑> 没有，长得像都是问题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是这里哦。在旁边，在旁边。哦。在旁边，在旁边，在旁边。做出来不是很正，做出来一起吃可以啊，可以。首先要能吃哦。猫。 都有人在跟牛对话，那是动物界的对话。哦，对。等一下，我研究怎么装瓶子啊，我都忘记了。不是按 C 吗？不是 C，C 是龙之屎。还是 V 啊？还是 B？ 没有进去陪你研究。A， 哎，不对 ，A 是移动 ，Q， 等一下，Q 是锁定。 还是侧键啊，侧键一个是不用装瓶子啊，装什么瓶子？我只是想要哦，那个下面那个，什么下面那个？侧键下面那一个，你的好吧，我好像没有那个哎，好，他全身都软完了，可以打了，哦，有一只脚没软到。 啊！我刚好用麻痹瓶。<笑>他的左脚没有软。你是怎么让他软的？跳上去啊！哦，你用飞翔爪上去以后，用你的普攻打他，他就是一个软化的攻击。原来如此。飞翔爪吗？还没，我还没有去玩他那个教学。现在就可以用出来了吧？我记得。 我在喝饮料，不要！喝饮料啊，不在减肥，喝饮料，喝热的。他在砍树，他在砍树，他在砍树。哦，不要！哎，被推一下很痛哎。因为你的装备还没起来啊。对，我又在越级打怪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没有正常，正常了，正常，这是正常。对啊，应该算了。我觉得之前跟你们一起在那边打面镜龙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在越级打怪。<笑> 他要跌倒了，哈！啊，跟你们说，我现在的装备还是都一阶哦。一阶，我没有升过那个啊。哈！所以我那时候打面镜龙跟打什么炎飞什么鬼都是用一阶跟你们在打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哇塞，你活现在？所以我就说我是玩超哈扣模式啊。哇哦！为什么不去升一下？ 因为我那时候都忘，我每次要上线的时候都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都忘记升，所以那什么尖凯玉啊，什么凯玉应该还就一堆。哇哦！我觉得应该之后要找时间，真的要好好去升一下。哇，等下右手好酸哦。真的，右手超酸的，对不对？都会是按右手的。哎，你侧键越多，他越忙哎。真的。啊，知道，这就好好办多了啊。到底要不要让我抓上去啊？
哈哈！哎呦，浪去浪去！我一直拿爪子勾他，勾他，勾他，一直不让我勾。呜、哦！哎呦，他做了一个石头，他做了一个采矿点给我们。戳你点，戳，戳戳戳！脸可以打了，脸可以打了。啊！我打你，我飞了。一只脚，右脚。哎、欸，滚、啊！又软化成功。我也软化成功了。哎呦，你还推石头？他在采矿，他在采矿，真的还在采矿、哎。不要，我躺着，我躺着，你不要。好，好，没事。我在想，软化这个角色概念是不是从粪金龟来的？来了来了，他在推石头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来啦？真是铲土机耶，好好笑。他是挖矿机加伐木机。对啊，啊，这只鱼是在冲杀了哦！他怎么又回来了、啊？你是想要我们不要吃羊肉锅，吃沙头鱼头锅吗？真的是，他地上已经躺好，准备给你吃了、欸。羊肉，杀过鱼头啦！哎呦！哎呀，对对，我跟你太近了，不行不行。他又在推石头了，他又在推石头了。很爱推石头呢，哎呦！他累了，他累了。太好了。继续累下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破坏部位，脚吗？一只脚，应该是。对、啊。对。还干嘛？还干嘛？哎、甩头。甩头。不要哦！不要哦！我来了！不要走！不要撞！又撞到什么了？不要撞我！你爬到他身上！啊！飞了！哦！哦！哦！再被踩一次！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弓箭，弓箭，你怎么了，弓箭？哎、欸，所以反正你之前瞄准不是用右键哦、喔？不是啊，瞄准是按 C 呢。哦哦，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瞄准都是右键。以前有调过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之前就是有调过，因为我想说玩就你在那边调、啊，才会变这样。就是这几游戏这样比较方便啊。切尾巴什么了？切掉尾巴！哦，这次可以切尾是不是？我会玩了。看起来就是可以切啊。好，那我要切它。我记得落石也可以切，对不对？这我不知道，没有用过。啊！我们要被切了吗？你们要被切了吗？没事没事，我想起来怎么玩，不是想起来我会玩。还要来铲的吗？我刚刚看到有两个在他尾巴上。对啊，我在土里面，我在土里面。好痛啊！他被霸凌。尾巴，尾巴。
尾巴，尾巴，尾巴。你要去哪？还有人、啊、推石头了，他在玩保龄球。对，保龄球。断了没啊？还没断，好难切哦。哎呦，又想铲，又想铲。哎，喂，啊，石柱，哦，石柱，喝一下了，喝一下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上车了，我上车了。你要下来，你要下来。我上车了。我上车了，跟我还在跳，我还在走，我还在走。跛脚了，跛脚了。对啊，我下来了，下车了。对啊，以某方面来说，团团真的是神人，装备没有神人可以这样子，超猛的。对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多猫都，我后来想到底是为什么，后来才听说哦，原来是因为没神，装备都没有提升上去。没神是谁吗？没神，等一下。施主，果然是施主，不需要升装备能打，真的、欸、不行，现在不行啊！你看，你 是网络上那种什么弓箭神人都不升装备去破魔物那种，你是不是有去？没有，其实只是忘记了，只是忘了。哎、欸，要滚多大啦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新的？冰牙龙，对我来说，冰牙龙是新的。他是冰原守门员。对，哦，他要冰原满乐龙，他会测验你的装备够不够力。哦，好。或者是你有没有朋友？嗯。有没有朋友？我看他们俩打架了。哇、哦，他们好激烈哦。哦，我们去当电灯泡。当你的炮，我们是你的灯泡啊！被错了，被甩出来、啊。掉落物捡一下，嘿嘿嘿。哪里？我要去捡掉落物。尾巴，冰牙龙的龙之泪。哎、欸、啊！尾巴没有断。噔噔噔噔，是重疾吧？尾巴没有断。对啊，重疾。我那个头好亮哦。哦，好烦躁哦！你们两个指引荧光，你的轻型灯，指引死亡的道路。啊，这个炮久一点会起、欸、哦！啊，这个炮久一点会。阿奇，阿奇，阿奇，阿炮啊！他好气哦！东西一点一点的跑上去。啊、哦！好了好了，他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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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血路，不是啊，我不知道射，你要射什么？怎么开镜啊？白痴哦，我说要射了啦！等一下，你要开镜开？你是说弓箭开镜吗？怎么关？你刚不是开过吗？关掉？不是，我要问怎么关掉？我要抓银猴，就一直射他，很可怜。好亮，好亮！哎呦，我看到哈记了。哎呀，我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在找冰牙龙的东西，完全没在打怪，还摸啊，还敢偷懒啊，我的武器是收起来的。哎、欸，我会玩弓箭的，要不要教你？算了，你不用，你是石柱，你不需要。完全他是石柱，还要你教？不是，对啊，完全没升装备还可以玩到这样子，我真的是觉得。你可以去拍影片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行，只要有队友，我是抱大腿的。嗯，你这你可以拍几个，因为不怕痛，所以把全部点攻击力，全部靠队友，不怕痛，所以全部点攻击力。因为不会玩，那一部也是很厉害。对呀，因为不会玩，全部靠队友。Yeah， 不错不错不错，更变装备。好啦，下次再来练。我真的不行。猪猪摸摸，一秒。哎呦，更新这么多东西。哎、欸，总司令要抛弃我们了。
啊，好亮哦！我觉得你太亮了，他觉得太亮了，他受不了了，他想离开这个精神病院，那丢给他孙子啊，赶快逃避责任，赶快逃他孙子哦。哦，那他儿子还孙子啊？孙 子，我以为是儿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他的爸爸跑去哪了、啊？对啊，爸爸嘞？没有爸爸，然后直接有孙子，好强哦！太强了！这就是欲盖弥彰，先铺梗有没有？哦，亮亮！然后搞不好那个剑术大师才是他爸。哇，那他的妈妈是谁？宝宝，没有没有，其实是那个煮菜的那个啦。哦哦哇，动物呢？所以他才会有妈妈的味道。哦，刚开始这样我觉得有点无汤哎。懂吗？是吗？哦不，我看一下波波的眼睛在哪里？他有眼睛吗？波波有眼睛吗？你眼睛长在哪里啊？长在树上。他的眼睛长在哪里？咦 ？Hello， 你看到我吗 ？Hello， 你看那么亮，有没有看到 ？Hello。你是瞎了？哇塞！他眼睛是那个吗？哦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现在很好哎、欸，他现在那个种菜的那个，他不是他会跟你讲，对啊，那个数量是不是要满了？对，人真好，现在人真好，我现在都懒得撒肥料了，一直要重弄，很生气。嗯。这啥？再去踩石头。好亮哦！嗯。蒸汽机关啊，欧洲人的机关哦，测验非海鸥的器官，可以获得什么？蒸汽票啊，高级餐票啊，那些之后再来玩，先把惊叹号接一接。哦，这是自己走出来。哦，他好多东西都那个合在一起了。嗯，哇，我肥料也都要重撒哎、欸，可恶。嗯，啊，他现在可以种大便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种大便？那是资深人员自己大便有没有？啊！你要大便啊？我帮你种。你以为大便怎么可以种出大便呢？嗯，他直接帮你和好见识哦。这种大便根本都没看到啊！有啦，那个箭矢哦，异臭蛋哦，对，他没有卫生纸擦、哦，所以拿箭矢擦。哦，哇哦，哦，哇，不說不知道，太神了！一说吓一跳，真的真的是吓一大跳，好恐怖哦！早该可以种大便了，那时候一直跑那个大一种狂捡大便。去采集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之前异臭蛋用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也都没有去捡，嗯，就只能靠刚好狩猎遇到而已，嗯，然后就跟今天收获的大便怎么有点臭、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吃臭臭锅，哇，那也很强，真的是当日排便哎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我今天大便有点红红啊？没有啦，那个吃那个火龙果，剑士刚好抽到我了。真的，我去看一下医生。
不是，那什么鬼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螃蟹啊啊，苏虫子。异形甲虫，一二。嗯，脚印，哦有。脚印嘞，出来。这啥？嗯？嗯，哦，找到，找不到脚印。找到古老巨龙骨了。足迹在哪里？哦，在这。在这，在这。在这，这。在这，在这。怎么找到的是蒙牛龙的？嗯，哦，这里可以抓鱼哦，抓鱼哦，喝了什么？哦，啊，我忘记喝了热饮。异形鱼，有个任务也要那个、哦。你说玻璃异形鱼啊？嗯。这里有没有鱼啊？抓看看。抓！没看到鱼，倒是有这个。挖一下。嗯。哎、欸，看到那是鱼吗？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抓到，可恶！好远呢！跳。这感觉是稀有的哎，就一只，然后亮亮的，然后跑掉了，可恶！哇，没抓到，可惜了。臭蚊子票！哈？臭蚊子？臭蚊子？蚊子在电他，他在挖琥珀之类的吧？我在踩脚印。这里有没有辣椒啊？我要辣椒啊！哦，有了，这里。啊，不是，是棉花，别，是棉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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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爆米花。玻璃异形鱼游走了吗？接下来调查是要去哪一区啊？刚才我绕了一圈，好像没看到、欸，是我漏漏了是不是。你要去中间一点，中间偏上。哦、记得、啊、我刚刚记得要带满抗毒的东西哦，酷死啊，什么的。我刚刚都在绕外围，我想说奇怪，什么都没东西。嗯，去绕中间。哦，等一下是你，你轻轻摸到它，吸到猫毛就会中毒的那种。它的猫毛有毒毛，真的啊？大便，它的毛有毒。啊，拍谁？嘿嘿，有没有鱼啊？没有。做热饮啊？对，热饮抓到了，玻璃异形鱼。我没带热饮出来，那你可以。完了，你的耐力会耗很快。气压，气压跑掉了。你是可以抓的吗？这两个在干嘛？拍谁？拍谁？拍谁啦？够野啦！够野啦！你够野啦！够野啦！你攻啥啦？我只是抓看看而已嘛，这么凶干嘛？奇怪呢？人家帮你抓抓痒也不行，要抓对地方啊！啊！你要抓对地方啊！不舒服当然会生气啊！跟猫一样吗？还把你踢开，一脚踢开。
就我发现我现在头会发光，在洞穴里面好方便哦，就很亮啊，会有照明灯欸，真的会照明欸，亮晶晶，走快一点。现在正在跟接待员在散步了。收到了，胖一气，胖气儿，是不是尿气啊？有没有尿气啊？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竟然跑掉了！叮，不要走，气儿，气儿，气儿。这里太多企鹅了吧？光虫，光虫，北光虫，看到不到？可以。啊，还好你的头不是绿的，绿到你发亮。哇！哦哦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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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龙人，叉叉叉，叉矿叉矿，掉落，好冷哦！我出现幻觉嘞！哇塞，出现幻觉了，出现幻觉，玩东西大、哦。幻刚从洞出来的时候，开始有一点那种画面晃晃一下，晃一下，晃一下这样子。那你再继续不喝，会不会死掉啊？应该是不会吧。我要泡温泉，会不会比较好吗？会，你泡久一点，它就会有那个热饮效果。哦。不过它的热饮效果比较短。有猫猫。好。勇气的未来，你看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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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看来是被看到咯。奇怪，而且就叫一下你就跑掉，真的是屁孩。走好慢哦，我要走，不理他了。走超慢的，我头太亮是不是？哦，自动化了。哦，代表我们可以准备了。嗯。哎，真是傻。遇到姐姐？姐姐？你遇到谁经验？阿姨啊，不是阿嬷了，阿姨。哦，你说谁？哦哦哦！好，没啦。哎呀，这只也太恐怖了吧！长得超可怕，这个是灰雷龙的模型。模型有点残爪的感觉，比较像飞雷啊！哇，没看到它的尾巴。哦，飞雷，飞雷，尾巴是飞雷。尾巴是飞雷，确定了，没有逃生哈。他跟他可以口交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他
怎么可以带他走，然后不带我走啊？太过分了！哎、欸，这机器都是毒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头怎么拿哦？这个头不是拿的啦，这是自己化妆化的啦，这是化弄出来的。头拿的、啊？你这头是拿什么素材做的啊？我也好想要、哦。你也有啊？你想要，你随时都有。你的仓库要有10000个那个光虫，10000个光虫，对吧、啊？有了，光虫只能到9999啊。所以这一只也是龙吗？属、性？你是说怕什么吗？对啊。好，待会帮你看。我看一下。总觉得应该不是龙。茉莉杯激光。奇幻得意。瞧瞧。他怕雷，其次是冰。太好了。还有波比。波比。波比啊，波波，波波啊，波比波比波比哈，哦，啊啊，这个头怎么弄啊？就是里面化妆嘛，一个画满脸的吧，把那个满脸的把它移到左边，然后第二个再画满脸移到右边，就自己就用拼装的方式啊，啊颜色不要有色差，不然看起来很怪。嗯，想知道可以看他GG入档哦，对吧、啊？参加。登录奖金。哼。哼。嗯。怎么了？你登录奖金。对啊，顺便。杰哥，登录什么奖金？凯玉的啊。哦。自由不是？对，要找那个猫咪妈妈吃饭。对啊，找猫妈妈。猫咪妈妈。大家的妈妈。大妈。大妈。哇，他这个把人丢进去煮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记得换耐毒哦。有换了。啊啊，我还没。哇，你耐毒几颗啊？三耐毒要三颗，不然你真的会被毒到迷迷毛毛，这很毒哦。嗯，那我们雷公主不要装那么多、啊、走过他身边就毒了，这么凶？嗯，太凶了，嗯、没再给你开玩笑。耐毒嘞，我的耐毒嘞。登录奖金，来读嘞，来读一颗星。啊，对，来读，来读，来读，讲那么久了，他讲一下，讲一下，讲，你现在才注意到，来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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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那个吃饭的，大家是在讲来读，来读了哦，你要准备之后才想到。那快关台，你不是讲啊？对，砂锅鱼头，太久了。可以啦，耳机掉，耳机掉，耳机怎么了？差点掉下去。换耳机了，换耳机了。不行啊，我才刚换那个，这个旁边的靠、這個啊。有啦，有关系啦，可以啦。不行，这个耳机用旧了就丢掉，换新的了。对啊，谢谢雨月。啊，我不行。冷饮喝起来。啊，我忘记那个了，忘记换道具了。我也忘记换道具，我们有钥匙。我是采集装，采集的道具啊。也是。可恶。我想说，我的背包怎么这么空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再拿两瓶水走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刚刚都忘记穿衣服，哎，都忘了穿。你都没有穿衣服，没有穿转身衣啊！你这变态！你来磨枪杀！变态！哎、欸，他可以骑哦，他可以骑哦，我可以啊！哇，
为什么？那個、你要接任务，那個、要接任务。对，就是你要氪金。你对啊，像昨天，像昨天哈基啦，哈基昨天氪金氪到飞雷龙出来，好爽哦！我就想吹个口哨，咻，然后往前面蹦出一只飞雷龙出来。相亲、啊那個，首先 你的猫咪要知道，要能跟他们当朋友，哦、oh. ，才能骑他们，好可爱哦，这样骑过去，因为它黑白色的，你很尬异嘛，喜欢交配的感觉，哎呀，路过，哎呀，他跑错了。哎，妖群干嘛啦、欸？小心后面要捅人，后面要捅人，后面要捅人！你明明就可以自制草，你要捅哪里？我转弯了，我转弯了。不是，我看到他想捅哈基，我在后面一直笑。哈基一直往左边走，他一直往左边走。要去哪里？你走好远。他是波波，他是波波，波波好可怜哦。波波很可怜，波波快跑，波波救他，波波波波被他吃之前，赶快杀了波波。与其被你吃，还不被我们杀掉最好。哎、欸，我忘记装东西哪里哦，下线对，下线。下界不是啦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。哇塞，没有那个意思，只打个楼就骂人家哇！你还没被他毒过，你就会骂下界。啊，波波被毒了，波波、欸，他的尾巴不是弱点哦，不是，看起来很像弱点的，要自己创造弱点，嗯。那边呐、啊，再一次，再半圈呐、啊，再半圈，啊，没有了，有了，啊，中到了，好爽啊！啊，这。哦哟，鱼龙来了，砂、哦、锅鱼头来了，砂锅鱼头来啊！哎呦呀，起有了！哎、欸，这只鱼龙是不是很爱来刷存在感？然后每一次都遇到它，它很棒、欸。成功克。